其他焦点，明天就是中秋节，许多民众陆续开始烤肉活动。不过啊，今天在新北市发生了烤肉有民众受伤的意外。民众使用喷灯的时候发现关不掉，自行拿灭火器灭火，瓦斯罐却突然爆裂，当场导致三位民众受到了烧烫伤。消防单位获报之后派员到场救援，所幸三位民众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。新北市消防局也提醒大家，使用喷灯的时候必须确认喷灯罐、喷灯座的接合部位没有漏气的现象，才能点火，以免发生意外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